直击李美贤、曾华倩、翁美玲的真容，各个美艳不可方物。一、李美贤，李美贤 TVB 80年代中后期当家花旦之一，一向有无限古装第一美人的称号，美丽秀雅，气质婉约。她与陈玉莲、曾华倩、张曼玉和戚美珍五人并称无限无美。二、曾华倩，曾华倩年轻时的颜值高得离谱，当年 TVB 捧她时用的宣传词是曾华倩拥有翁美玲的真，陈玉莲的冷，张曼玉的巧，可见其美貌之高。此外，曾华倩是当时新一代花旦中具备这种活泼任性气质的代表，后期又很温柔，令人惊艳。三、翁美玲，翁美玲在1980年参加英国华裔小姐竞选获亚军，进入演艺圈。1983年因参演武侠剧《射雕英雄传》饰演黄蓉而走红，她让金庸笔下那个七分邪中三分正、三分正中七分邪的黄蓉活灵活现，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